我嘅 baby channel 嘅朋友，大家好。我按住啲歌按下先啦，上 happy life 啦。我按下啲 chord 先啦，起码趁未开始。我依家个个都点欲言又止嘅。点解咧？哈，净洗版添喎，欲言又止。因为系咪同一个人洗版啊 ？Hello，Hi，Hello， 哇，举到你添，唔好意思。系啊，呢边好啦，大家。好，你坐中间，威廉坐，我坐呢边先。原来是谷紧糖味，我系可唔可以开个奶叫领大？好啊，飞人你好 ，Hi， 我唱歌啊，领到差唔多。家人右边个你，家人同我，咩叫家人同我啊？领最大啊，啊就咁啦，咁样。你好，好啦，其实已经开始啦，咁如果有。有咩問題？有 Facebook 嘅就轉發啦，有力量嘅咁啊，等多啲人可以見到大家。好啦，我呢邊咧都同時服侍緊兩邊 Baby Channel 嘅朋友同埋 Facebook 朋友嘅留言。呢邊咧就係阿五橋噶啦，嚇。我都要加個 WiFi。好 WiFi。OK。Who's that girl？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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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文有文色系嘛？歌嚟嘅 ，Who's a girl？ 今日哦，要你笑出嚟。咦，佢话 Wendy teach 话 Aaron， 你今日做大妈嘅工作，冇错，你其实今日系做周杰伦嘅工作。周杰伦平时就系做男嘅主攻手嘅，系主攻手，即系有咩唔掂当交俾你搞掂。喂，傅乔昌，昌昌，咁今日嘅嘉宾咧，我哋嘅上路咧就系宫眉啦，有宫眉，有宫眉啦，有宫眉啦。咁然之后就。系啦，最爱啲其他啲唔使介绍啦，就系钟君阳啦，钟君阳就系好出名嘅中路啦 ，supporter 啦，系咩？啊，咁啊 ，Jared 都系啦，Jared 你今日想系做咩位置啊？我有啲咩位置有空缺啊？乜其实成日都有空缺噶，好多嘢噶，入股啊，就打股啦 ，OK， 主力打股，同埋赚，因为我哋敷晒，你系决定开呢个 Baby Channel 嘛？好。咁我影幅相先啦。咁我喺 Baby Channel 咧，除咗三個橫島之外咧，仲有一個直島俾大家啦。直島就有點解要咁樣嘅？一二三，係我今次第二次開 IG live 嘅啫。原來我影到嘅。喂，我唔知嘅，點解講多次啊？見到個冇邊，見到冇啦。我今日應該要講。唔係打橫我張相 Baby Channel， 冇所謂。一二三，做咩嘢啊？實質係你咯。唔系佢开噶嘛，因为个 live OK 嘅。好啦，咁样。喂，而家好流行咁样噶嘛，见到。好啦，咁啊，直到啦，咁啊去啦，选择类。咁咧，咁大家有兴趣可以入去 Baby Channel 睇下啦，好好嘅壮举嚟噶。咧播名全部都系我哋嚟嘅，而家。系啊。系啊，好搞笑。仲有冇多？有冇多？要咩啊？跟住咧，边个打洞打环？呢个交俾你。系呢个交俾你。好啦，咁啊，要反翻轉先喎，已經有人點安排。如果唔會睇嘅喎嗰邊。係咯。好 ，Hello。咁啊，睇下先，我咧其實開咗 live 之後咧，就睇下有冇我個技術支援打俾我。佢打俾我咧，咁啊死得啦。點解咧？一定係個 live 有問題出現。咁而家仲未打俾我咧，即係證明冇事。暫時都 OK。或者係我技術支援食緊飯。技術支援。係啦。咁佢真係你。好啦。好，睇下先。有呢邊係欲言又止喎。我呢度一開問問，你問咧點解宮眉你點解唔同咗咁樣喎？我唔同咗咩？因為戴咗帽。戴咗帽啦。頭髮有冇染過啊？你？粒色咯，就咁。粒色。都係啡啡地咁咧。咁啊，不如一嚟就唱一首由男主攻手唱一首先啦，好嘛？男主攻手。男主攻手啊！睇下先。做咩一開見啊你？嗱我一開見到佢呢張相，呢個名係我真嘅，係啊，有咁叫嘅。一開頭就係我哋嚟。我俾個 like 你啦。好嗱呢度係咁咧，傅喬昌呢首係有啲意思嘅，因為咧就有網民咋，即係揾我。咁啊 ，Mandy Chang， 咁佢啊即系 inbox 我咧，就想，因為佢聽日朋友結婚啊，佢朋友叫 Yoyo， 咁啊識咗十幾年噶啦，咁啊希望可以送首咧冧歌俾佢，咁啊送首輕輕鬆鬆嘅歌啦。結婚可以放下假啊嘛，度下假咁樣啊。啊，又係呢邊，你又係一個 Yoyo， 咁所以咧由 Mandy 所首冧歌，你會揀邊首咧？不如就揀翻你歌好冇？就放假啦，好唔好？因為放假，我覺得咧幾次係適宜喺呢個婚禮嗰邊，喺嗰邊，喺嗰邊嘅。咁樣唔得噶，咁樣唔得噶。好，好。等先，不過在放假之前咧，我有啲難夾個音先。等先啊。
咁你要坐前少少長。我撳緊側邊個掣。It's okay。OK 啦，你上。咦，你穿靚嘢嗰個。哇！俾人睇下先，俾人睇下先。有張靚相喎。好。再唔可以禁色佢。好。哎呀，唔使用禁色咗，大姐。咁又得啦，明可以坐同阿中國人調一調位，中國人坐喺琴位。嚟，我彈琴。我你彈嘅。我你彈嘅。OK OK。手咧。調位。誒，咁多張凳嘅。好多凳。歡迎入嚟。因為咧，今日我呢排開劇好忙，得閒搞你呢一個 live 嘅課。好日子啊！唉，好日子拍咗我真係。係咩？我未開始拍嘅點解？你好日子個角色係點㗎？我好日子嘅角色，我都想知啊。其實喂，其實就係一個年青有為嘅青年嚟嘅。如果你年青有為，佢係直接細路。但係咧，中軍陽就做我嘅再年輕啲嘅，再年輕啲，但係冇咁多為喎，應該你有為啲喎。好啦。我幫你睇譜啦，好唔好？我你幫我揾譜啦，幫我揾譜。係咪呢首啊？邊一首啊？你唱嘅喎，唔係呢首啊，應該。我唱嘅咩？我唔而家而家放假，我放假咁多。我而家放假先啊。喂，公明。O K。根據你嘅感覺啦嚇。O K。感覺好。Freestyle 啦。好。你準備好未？差唔多啦。估咁啊，知點打啦嚇。用手是不是用手打要推出腳的我威廉什麼都可以有手又得腳又得因為那個麥克風遠所以你可能讓一點位置 OK 了我會叫出去好來好放假是送給是哪位呢送給 YoYo 的由 Mandy 槍點送給 YoYo 希望你結婚開心、yeah. 有個新婚愉快好的新婚假期、yeah. 沒錯一想到即可跟你出发吧，高飞远走不带牵挂，浪漫的风景于我的脚下，运动愉快吗？来自白马，陪着我走到终老吧，找一个家，忘掉永没了的争拗和吵架。来吧，记住你今天放假，繁忙这清风，懒就抱住了吹熄它，不必怕，抱抱大自然如画，任我飞，我带着过去未来时光机，下世纪我也愿意用自由留恋你，能随意漫步有味，天与地脚踏原地，完美是快乐在不。有你在旁，谁可比美？随时间日夜回味，天跌下死心塌地，愉快我已突破欢享期，出走即庆成真理。青春似一本马扎天满吧，就自己亲身去深化，混乱纷扰的沙。脱点放下，沿途愉快吗？来自拍马，呈现你多美的角度，风景似画。忘掉永没了的争拗和吵架，来吧，记住你今天放假。繁忙这清风，懒就抱全了吹熄它，不必怕，抱抱大自然如画。任我飞，我带着过去未来时光机，下世纪我也愿意用自由留恋你，能随意漫步有觅，天与地脚踏原地，完美是快乐再不靠天气，就住起每个站记录热情留声机，遇上的见证。
咁啊，真係非常順利啊！嗱，希望 Mandy Chang 嘅朋友 Yoyo 中意呢首歌，希望新婚都一樣，新婚開心嘅，係啊！哇，太好啦！而家咧，我哋留言有好多嘅，因為大家好多嘅地方都有留言俾我哋，我睇下先。哇，好正咁樣喎，已經。聽你話呢個組合都好正喎，好特別喎，係呢個組合係少有嘅。好啦，然之後有人唔知佢點花心林啫。花心林，花心林，嘉怡咪喺度啊？花心林，嘉怡喺度先得喎。系咯，谷眉都未唱，啲人已經話唔俾手指谷眉啦，即係點解咧？因為佢已經出咗現啦，俾佢個樣嘅已經係嗰啲手指。係啦，佢嘅新 hairstyle 又係呢個。以涵啊，喺。係啦，依行喺度，同埋已經有人開始點住，好亂啊！好多 screen 要望，而家有七個 screen， 八個 screen， 九個 screen。所以咧，我哋都係啦，不如就安守本分啦，好啊。好，安守本分。安守本分就由我嚟啦。撳呢個。撳呢個。係幾難搞嘅嘛？係咪啊？係。誒，女歌手啦。難啊！只歌。誒，已經開咗啦，廣東話啊嘛。誒，撳翻 Word， 我頭先開過嘅。啊這個同阿高明啲一啲位好啦，我俾翻呢個你咁交俾你啦，碌譜同埋睇留言同埋呢個哎呀，你係咪原 key 啊？原 key 啊？欸，公明你不是說上次經常帶那些豆腐花給他吃嗎？啊，是喔，我忘記了，之後那時候吃的，哎呀，豆腐花很好吃的，是喔，忘記了，唉，好啦，下次一定要記得，他忘記了自己，掛著Live，是喔，掛著Live，忘記了，Capo 1，One，安守本分啦，可能要，可能要吞過少少，跟住佢好多高音嘅，因為好多高音。呢一首咧，嗰個拍子幾難做啊！大家交俾啊，喺度個拍子，交俾你。我兩個啦，走。所以要好準嘅個。哇，係準之準嚟。好啦，俾多啲位你。好嘅，咪後面。夠位，夠位。让感情活埋，不要再伤害。
恨，原谅爱过的那些人，不过是缘分。有一個很短的版本和有一個很強的鼓啊！哇！我真的想講，我有碌譜的，我有碌譜。我咧有睇電視聽過你唱 live 嘅，我聽落咧好似啊，你都唱得幾輕鬆啊！原來到自己我唔係唱我打鼓就係裏邊咁難捉嘅。係啊，啲標難捉㗎。啲拍子係有啲難，全部都係後半拍。所以原來呢隻係好難嘅一隻歌。我唔中意呢嚿啊！我唔中意呢嚿。係咪啊？我都唔係好中意呢嚿。因為佢有個電，因為佢唔止一個聲啊。係啊，佢好幾個聲。好啦，咁啊，唱完我想问问呢个热身嘅歌曲啦，咁有冇啊咩歌曲想唱先？大家有冇啲咩留意？全新暑假嗰啲系咪热身啊？呢啲系啊，其实我都，其实我执咗好多新歌噶，喺你哋，执咗好多新歌，系啦，又话冇时间执嘅，原来唔系啊，系咁耐以嚟我哋一直坐下坐下嘅。可以啊，譬如有啲咧好想你啊，可以，我话就你睇呢首可以咧由。好啦，我哋調位啦。我哋又換下位，唔係就你哋可以坐翻呢度嘅，威廉噴喉啊嘛。四葉草唔係應該揾翻四葉草嘅代表咩？好想你，好想你。係啊，呢首咧，因為其實係咧有一個叫余思玲嘅華姐咧，好中意咁啊，執翻俾佢。哦，嗰次唱過，我記得佢係咪 po 咗啊？係啊，佢 po 咗，我記得嘅。翻要喎，之前前面我講翻 key 先。係啦。Hello， 嗰首嚟。是的，你冇听过？都听过。我又可以进正八。系啊。八八八。呢个系佢快乐啲。好快乐嘅呢首。想要穿上衣服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想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好嘅，各位，快得滞啦。快得滯，頭先嗰個快得滯，太興奮啦佢，哇耶，吹呢首啊！想要傳送一封簡訊給你，我好想好想你，想立刻打通電話給你，我好想好想你，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呢首真
係青春曬啊！我唔明白我首歌其實想講啲咩咧？好想你啊！我係唔好明白，好想你啊！最煩嘅一首歌，但係好輕鬆喎，聽落同埋唱所有嘢就係好想你啦，都係真嘅，唔係假嘅。係啊，係真啊！要 emphasize 再講多次，係真係好想。Angel Wang 已經點歌啦，佢咧喺五橋嗰度點咧唱呢一個嘅 Angel， 哎呀過咗添。點啫？唔係啫，我真會如此啊！而家睇下 Facebook 嘅朋友有冇啲，我哋可以放啲留言睇喎，其實。係。用黑色黑色黑色，係好高嘅，唔係好高嘅，拎過嚟呢邊。唔使，有啲 set up 咧 ，set up 咗可以。唔係我知嘅留言啊嘛。睇下佢會唔會出唔出到啫。手寫的從前小幸運。煎熬一天啊！誒呢度有少少，有少少唔係嗰個位係咁嘅，因為佢冇開 Facebook。祝君好，到此一遊。哇！不是憑 Mandy 話見到阿富橋咧揸吉他好有型喎，佢揸唔揸吉他咁有型嘅喎。系啦，無力挽回。佢未見過彈吉他。喂，佢話彈咩？我好靜喎，彈咩好靜喎？我哋一齊睇到。Yeah， hi， 我喺度啊。唔好咁靜啊！佢永豪有首新歌嘅。我呢度話永豪倒車油啦喎。好似呢首新歌嘅頭號，自己有份參與嘅喎。富橋嗰邊話唱牛仔很忙喎，叫你。哇！牛仔很忙，周杰倫都喎。有啊！真係有㗎！你撳啊！我再執咗呢首歌。好啊！我哋唱牛仔很忙。我睇下先啊。牛仔很忙，你唱㗎嘛？你唱，我吉他幫你。我唔係好熟啊。係女歌手，唔係女歌手，應該係男歌手。周杰倫，你話男歌手？我哋你嚟一位。咩啊？唔係啊，你幫佢啊。哦。哎，有啦。唔知我啲咩？我驚佢亂撳啊！撳咗啲咩出嚟啊？撳啲咩啊？唔好話。呢個港台啊，港男啊，香港男。係啊，唔好啊，我中。啊，就呢個。聽翻個聲啊，佢撳上嚟都係扮冇嘢，唔係都係要喺中台。中台都係中台。我撳啲嘢出嚟，咁最更加好咯。好啊。真係有。係喎，唔係觀眾見唔到嘅，唔緊要，我哋五個人見到嘅。你等等，好快嘅就，哎喂，幾快速度。甩過一啲，係咩唱？點唱？唔知喎真係，可能中間會想。呢只又係好想你嗰啲 friend 嚟喎。係咯，係咁，點快就咁分啦。分啦！係咪我嘅三個歌迷？歌迷係咪你會唱到㗎？係啊。好啦。使唔使轉 key 再嚟多次啊？咁樣一下轉 key， 唔使啦。佢因為佢話 Wendy 話咧，你好有牛仔 feel， 所以牛仔 feel 佢跳舞。牛仔，因為我係牛仔。你咪跳舞嗰時都係有啲咁嘅。有牛仔舞。係咯，我記得。喂，吳橋，不如唱牛仔同呢個牛仔。可以，我見 Facebook 咧好多人點你嗰首歌。念念彈吉他都好型喎，念念嗰叫做。唔係應該俾首 Jared 唱先。喂 ，Jared。點啊？我哋假設你開下陳奕迅嚟睇下，其實你唱咗好多歌啊！陳奕迅，因為張揚咧，呢個陳奕迅歌都直接呢度。係我呢邊有人點白玫瑰嘅。哦，有唔係呢個唔係呢個嚟嘅。喂，唔好亂咁開嘢啊！哎呀，唔好亂開。係呢個啊嘛。不，隔離嗰個啦。記呢個。周揚係啊，佢係咪之前？係唔好亂撳啲花口出嚟。又唔見咗嘅。又唔見咗。係真係，我嚟。等我嚟啊！你冇緊張啊？你講做咩先？唔係上次阿妹撳過，熄鬼個機啊！你冇緊張啊？熄個機直頭係。咁點算啊？冇收噶啦。哎喂，你撳喺係啦。加速完結。係啊，加速完結。唔會。下面。
係有冇咩歌係你百會彈過嘅喎？係咪你鋪底有嘅？係啦。我記得有彈過，因為我記得嗰次係 Jaren 又係 Jaren 唱嘅，好似係嘛？得我一個唱呢首歌嘅咋？暫時我喺度應該係好。不過唱的人好聽啊！你轉頭嚟下手啊！下手啊！開始有譜啦。上次咪好唱都冇，冇嘅，我要好多新。攞咩聲？冇聲。不得咁。邊個先？我係咪你啊？邊個㗎？因為我的電腦真的有些問題的。哎 ，OK， 得了。我喺我屋度啊，唔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我们 Jerry 唱啦。先找一找啦。好啊。耶，舒淇啲明年今日不只是朋友喎。咁熟嘅呢首歌啊，邊個唱咧？啲不只是朋友，見到係黃阿晴晴啊。Sorry 啊。好，花玫瑰。花玫瑰啊！呢首歌是國語歌嚟噶嘛？咁你坐前面唱，有國語有廣東話咯。我有冇歌詞啊？坐前少少，咁你坐過呢邊，等下等等下谷谷眉可以坐右邊，坐呢邊啊都得。咁我咪轉過嚟得啦。俾個背脊人哋睇，好啦，你可以入嚟咁型 ，sexy back 先。咁啊，可唔可以拎個鼓俾我？等一下，我這個是點唱啊？啊！呢個係廣東版係咪？廣東版啊！啊！我識國語版，唔識廣東版。真係啊！嗯。你單用國語版嚟歌數。你識唔識背國語版啊？識少少 OK 嘅。咦？咁可以試下。係啊，一齊。我係睇唔到喎啲 chord。係要揾嘢去到，但係唔係 jam 佢，因為 C key 嘅。點解 jam 落去？好。切咗多啲。白与白那热情被吞噬，香槟早挥发得彻底。白与白堂前梅红尘俗世，苦堪过灵位。但是爱就便解梯后，如同肮脏污秽不挑剔。沉默带笑玫瑰，带次回礼只信任。防卫怎么冷酷，却仍然美丽。得不到的从来矜贵，身处劣势如何不攻心计？流露敬畏试探你的法规，即使恶梦却仍然依赖。甘心垫底趁你的高贵，入住玫瑰无疑心的丧礼。前世作废当爱已经流逝，下一世俗世消耗里忘世，但是爱就便解梯后，如同肮脏污秽不要提。沉默带笑玫瑰，带次回礼只信任防卫。怎么冷酷却仍然美丽？得不到的从来矜贵，身处劣势如何不懂心计？流露敬畏试探你的法规，即使恶梦却仍然依赖。甘心垫底趁你的高贵，一尊玫瑰无疑深色丧礼。前世作废到爱已经流逝，下一世仍然美丽，得不到的从来矜贵。身处劣势如何不忠心计？流露敬畏试探爱的法规，即使恶梦却仍然依赖。甘心垫底最美的姿势，一串玫瑰无疑心的丧礼。前世作废当爱已经流逝，即使恶梦却仍然依赖。衷心垫底信你的高贵，给我玫瑰前来参加丧礼。前世作废到爱已经流
世有一世。哇耶！唉，好紧张啊！耶、yeah, 哎！我突然間去下一版，我咩事咧？好耐未試過，係啊，佢係完全估計唔到我。有難度嘅呢、這個都係。好彩我呢隻之前喺度唱過，所以我識睇。唔係，我都記得啫。唔係因為佢啲 chord 完全唔同曬我。我都想攞定呢支嘢隨時啊，但我真係冇手啊。我知道係佢呢個位嘅，但係我原來啲 chord 係好 OK 嘅。張君陽其實好有經驗㗎啦，佢知道咧，佢臨舐嘢之前都知道將會舐嘅，佢已經穩定㗎，我記得。睇得多就得㗎啦，所以你哋多啲上位。同埋啊，唱嘅人夠 confirm 就 OK 啊！哇，誒，即係我見到喺呢、這個誒，嗱、哎，睇下 boy 留言啦，去緊，誒、哎，都好多諗。哇，誒，已經好多人點嘢，誒、哎，話永豪唱得好好聽喎，我見到有人講 bad group 嚟都好嘢喎，好聽喎，係啊，兩個都好好，無計都好，做咩變谷姐嘅？廣東話講啲咩工會？工會啊，即係工會嘅，離開咗雙手小谷點喎？小谷谷味嘅，即係有人點呢、這個？好，谷味有冇咩歌可以唱啊？條件喺無條件都好啊，陣你可以男歌女唱又得嘅，唔好所謂。谷味可以唱誒呢一個最長啲電影喎、啊。可以啊，可以啊，問我啊，我得我頭先得我新條脷出嚟，我叫 Jared 啊，三本歌嘅你好。係啊，好，我哋都可以睇下谷味嘅呢個掛住佢度。哦，算得太遲啦，咁嗰個得不到的永遠在手中。咁要唱多一次，唱翻國語版啦要。其實佢個國語版都好聽，我記得，但係我唔係成日聽。咦，可以呢一頁你有冇啱唱噶？都有始無終。阿 Lin 嗰啲啱唔啱你唱？阿 Lin 邊個識啊？你睇下有咩？你識就得㗎啦。哇，淨係好多嘢揀喎。你即淨係一隻喎。你識唔識唱呢個啊？呢個識嘅，但係呢個有啲難咯。係啦，我可以低八度。好啊，一齊啦，好。好，等我要睇。好啦，你撳緊，你撳緊，撳走佢份報。係咪？我係咪識唱㗎咧？好，愛請問怎麼走？冇聽過啊嘛。你冇聽過？你 full 翻個 shot 啊！啊，係喎，唔該曬啊。唔緊要，因為我太衰咗太多次啊。OK， 彈到啦呢個啊。佢哋嗰邊就話有特別好想你添。係思華，佢好掛住你，佢講緊，哎呀，好掛住你啊！一開頭吉他先，好吉他先，好少嘢。我你講先，我唔需要玩佢啊。我平時都想玩下周志豪。喂，吉他先 ，solo 我最好。我唔知幾快嘅，差唔多呢個速度係慢嘅。你好，你哼一嘢俾我聽，係哼一嘢俾。和你並肩同行。好，唔好快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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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解脱，你的我像个温柔的付出。
说好要带我去，心刮着风下着雨想着你往前进，升 key， 再升，升。谷田真系同咗分，再升噶，爆血谷田。升多一个，升多两个。哇！正常啊嘛，好啊，睇下先，已经点化定啊 ？Four four 啦，大家留言啊，睇下啦。不只是朋友。哎呀！怎么怎么咩咩屌出嚟噶？真喎，真喎。Lee Shake Man 喺 Facebook 話勁好嘢喎，勁好聽喎，勁好聽啊！唔係 Channeling 好好聽嘅，又有勁好聽，好好聽，正。嗯，係啦，跟有先把聲唱得好高喎，你。係啊，唱得好高。我記得我第一次聽你唱歌係三歲嘅時候，係啊，我有睇嘅嗰屆，我話咦踢館喎呢個，已經有人點嘅到此一遊啊嗰啲啦。你唱到此一遊啦？都有真咩？有啊，有啊，我幫你揾啦。好啊，有啊，頗高喎嗰首歌，可以轉 key 嘅，我哋應該呢首歌。降到半個就降咯。我覺得我降到嘅，揾下。你降係啦，呢個撳。琴日你降到嘅，唔係啊，係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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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好亂撳啊，係咪？驚佢真係撳色嘅話，驚撳色啫，你知係真係驚撳色。誒，其實五拉落去啊，喺呢度，喺呢度，到此一遊，好啦。车窗都关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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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上了。鸡喂，降低降低半度，几多个啊？两个使唔安全啲啊？半一个之前好低嘅喎，喺个佢喺个前面低嘅，喺前面低嘅。你有冇？记得呢个，记得。O K 啊。好啦，到此一游，因为太多人点啦。系啦。咦？咁你话所以而家？诶，咁啊，咁唔好揸住嘢啦。系啊。直头诶，咁啊，诶喂。但係而家降咗半個喎，係咪啊？嗰半個咯，有佢咯。你咪彈 A minor 對上一嘢 ，A minor 對上一嘢，即係 A flat。你咁呢個 A minor？A flat 我降啊嘛 ，A flat minor 咯。全部都。哦。唔好意思啊，呢個係。仲有忘記自己，忘記自己咩歌啊？忘記我自己。我自己啫。係咯。同埋記住忘記我啊！哇，好近啊呢個。OK 噶，三部林宥嘉嘅歌，好啊！一阵间我冇，一阵间唱林宥嘉嘅《浪费》好唔好？浪费，浪费。吓，车窗，哇，系咪要慢慢嚟歌啊？你想点？你想要慢慢？唔好啦，唔好啦。你set 个速度啊，好简单啫。我跟你啊，你先喐走咗个白色猫先。哎呀！
係我要負責嘅喎。我嚟負責，我負責，我負責，你負責唱得㗎啦。都關心你。係咯，係咯。你咪睇，你諗住個副歌。諗住個副橋。諗住個副橋啊。Two, three, four。車窗發生了，帶走的顧客有多少？妒忌影子面具。过去或是像雨衣，终点都不见了，如今似说世态纷扰，结束可有预兆，我是被爱呼召，谁愿见死不救，滴水不漏，像一颗石头，能共度多少春与秋，一千岁亦自觉不够，无惧我心伤透，荡飞依旧，万般带不走，无论是快与难受，也只不过刹那感受。花花世界，我想一刹那已走啊！睇唔似佢呢个，唔系好密嘅啲曲。O K 嘅，你俾我试多次，再试多次。One more time， 一降一个吉他，系咪由头开始系咪？定系呢一段开始啊？我睇到嘅，睇到嘅，睇到嘅 ，O K 嘅，开始。大家今天好像可以重温翻以前的 Happy Life， 唔緊要的，因為馬來利亞係我哋都要練習噶嘛。得嘅，係。喂，而家邊個開始啊？咁啊，第二段啊。好啊 ，two three。影子花花世界，妄想一刹那已走歪，志气可以自卖，每步动静任你猜。光阴走得太快，纵身一次你会长大。到处天荒地大，谁评定我好坏？谁愿见死不救，滴水不漏，像一颗石头，能弄到多少春与秋？一千岁亦自觉不够，无惧我心伤透，浪费依旧，万般带不走。无论是快乐与难受，也只不过刹那感受。系，继续唱。继续啊！等我弹下佢。爱得深厚，受伤之后，亦都想逗留。能动到多少春与秋？一千岁亦自觉不够，无惧我心伤透，荡飞依旧，万般带不走。凡尘没有什么永久，乐与苦不掂挂心口，畅游。真唔容易唱呢首歌，系咁喺上面咯。系啊，同埋啲字好慢。系啊。熟嘅話都真係要好耶，係呢首歌係，同埋佢好難彈嘅，好密嘅啲 chord， 啲字都好密，同埋會不停咁轉，係都難為咗 Freeo。O K 嘅，呢首彈到嘅第二次 O K， 呢首難嘅，好啊，睇下先。跟住咧就已經點不只是朋友喎，不如都唱一唱啦，唱兩段啦，不只是朋友好嘛？不只是朋友，你自己記得嘅話，你唔使，你我唔記得啊嘛。清唱都可以嘅，恭维都偏向于即系吓。哎，嚟啊，快啲啊！好，呢度香港难过一首，唔系上一页，上一页系呢度咯，唔系佢不止是真。下面 ，look 下 ，look 下 ，look 下，有冇啊？冇就上一页，上一页再呢个，系啦，呢个位，再系啦，呢个位有嘅应该冇啊，冇再上一页啊，系啦，呢个位有，呢度有啦，边四个啊？呢啲佢彈琴喎，呢個夢幾快噶？你自己識唔識彈啊？我唔識，幾快噶？最愛的人在哪裡？哇！你估啊？好，就由你唱啦。誒，小心先。最愛的人，我都想唱廣東歌嘅，搞到好啊！個拍子係好多噶，係啊。最愛的人在哪裡？你自己首歌，自己拍子唔識。我知啊，但我要捉而家呢個 line。我嚟一位，我彈。好啊，好，做埋先。因為啱先同威廉夾過啊。啊，咁咪早講啦。係咯。啊呢邊，你最打右邊嘅。
我因為我左手打 base。OK， 咁算啦，好嚟。一次借，一筆借朋友啊，唔準。係啊，筆借朋友。第二次。第二次拉長。第一次喺邊度啊？第一次紅館啊，犀利啊！第一次喺紅館，諗翻都開心。幻象或是真的看透，远距或是接受，我暗里练习来将我感觉说出口。最爱的人在哪里？未记的情怎收取？沿路有多么崎岖？最美一幕全力追，在你身旁像爱侣，就算窗前急风吹，眉目有一丝应许，我也想等下去。哇！呢嘢真係好，希望大家注意呢首，呢首好 hit 喎，真係最近咧，即係啱啱唐心，真係唐心。最近而家呢個大家都增產嘅時候，都成日都要聽呢首歌。唔係增產唔係呢首，係咩？應該係黃宗澤同黃翠如糾纏嘅時候就聽呢首，即係增情嘅時候啊，都得，都喺度。已經睇先嚇。以人點身體健康啊，小幸運啊，幸福摩天輪啊，咁樣啊，好誒。但係我呢個時候咧，就係呢一個遊戲時候，因為我十一點啊，我你哋都未玩過，快十一點啦，你哋未玩過，所以咧我哋要一齊玩呢個遊戲，係啦，一齊玩呢個遊戲咧。都唔應該係未玩過我哋呢個遊戲。我都冇玩過，冇玩過。好玩嘅，好玩嘅，玩嘅。係啦，嗱呢個咧因為我解釋下點解會有呢個遊戲咧。問即係話説咧，其實當初我搞呢個 live 之前咧，就想搞啲知識嘅嘢。咦？我哋係咪放翻呢個小學雞？好啦，我哋大家咧網民都知道㗎啦，佢睇過好多次。我使咩食？我食個包。我哋食個包先。好，我哋去咗邊先？好肚餓，你食咗第幾個包嘅？喂。During the 16th century, there was a man who came up with a theory.Sir Francis Bacon suggested that knowledge is power. If you don't know the meaning of this, allow me to explain it to you. 知識就是力量。好啦，翻翻嚟我哋嘅大家見到啦，出街咧個影像就係咁樣，然見唔到咧，記得可以去我 Facebook 或者去 Baby Channel 嗰度睇，大家一齊玩。好，兩隻好可愛嘅小雞，小雞。即係永遠都係十條問題嘅，答中七條就贏噶啦。啊，答咁你輸，答錯咗四條輸。答錯四條就輸。好啦，第一題。我係唔會輸嘅。我一定輸，我覺得。唔係，我一題就唔輸嘅。O K。第一題。哇！有咁黑大音樂。係咯。係咯。O K 喎，我哋以後。第一題。唉，最近太陽嘅行星係咩星？呢個我知啊。最近太陽嘅行星啊，水星好似。土星、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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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
系水仙噶嘛？水星系啊，呢个系火星，太阳系水星，水啊水啊水啊，系水咩？水一定系水。唉，英文英文有得有啲 acronym 可以好啦，决定咗就揿啦，因为咧六啊三。冇錯啦，係啱嘅，你撳得都嚇好啦。咁咧呢個啦就係最近太陽水星嘅嚇，好啦。點會係土星啊？太陽嚟嘅，土星係最遠嘅月球嚟嘅喎。嗰個係地球同水星嚟嘅。呢個好似地球月球嚟嘅應該。唔係，佢係呢個水星嚟嘅，佢話。係咪啊？我上網吸張相嘅。知啦，地球月球多啲喎。好啦，好。阿弟，蝴蝶效應係指乜嘢？A 是生物之间必定有多样性， B 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 C 是飞行过万便会失去星力， D 是万物终会尘归尘土归土。如果大家不识佢可以问下网民的。有冇得翻译啊？我觉得是不同的翻译。我觉得是不同的。不是生物之间多样性。我知道是如果你改一样东西就会改了很多其他东西。一定不是 C 咯。因為一定唔係一定唔係先啊！其實我知道蝴蝶效應係咩嘅，但係咧我睇完啲答案之後咧，我就都唔係啊！真係答案啦，唔係寫噶，係啊！我想問五百幾秒係一題裡面，係一題裡面，一題裡面。哇！咁應該生物之間必定有多樣性，嗰個機會高啲。D 其實聽落似似地嘅，因為 A 係 B。B 我唔明太深，總之一定差之毫厘，浩渺之千里。那這是什麼？其實呢個意思就係譬如啦，我用廣東話我唔識講啊。你講得嚟都夠鐘啦，係啊。嗱喂，網民好多都話 B 喎 ，Candy Pig 話 D Rachel 話 B， 明明就是你係話 A 定 B 噶啦，各位。嗱呢邊啊 ，B 啦 B 啦，好唔好 ？B 好唔好 ？B 好唔好？喂，十秒十秒就係啊 ！B 好冇 ？B 啊 ！B 定 A 啊 ？A 定 A 定 B 啊 ？B 啦 ！B 啦！太啱嘅，真係嗱咩解啊？其實點解差就即係咧，有最初嘅有少少變動咧，都會引致到後果唔同啦。其實呢個咧係一個混沌學嚟嘅，咁就係話咧有個人混沌學就係搞啲混亂啊。咁佢研究一個氣象，咁啊喺即係六十年代咧，美國有氣象，咁佢就有一個電腦程式，就專係研究天氣嘅。咁佢於是咧就喺個 set 設定裏面咧，可能加多少風啊，減少風咁啦。咁後面咧原來結果完全唔同嘅。咁所以佢就係話咧，一個喺一個喐動嘅系統裏面咧，最初條件有少少唔同咧，最後都要變咗好多。咁關唔關咩事咧？咁所以咧係啦，點解有蝴蝶拍翼嗰下？冇錯啦，佢就講例子啦。例子係咩咧？例子就係咧，一隻蝴蝶飛嘅時候會拍翼啦，佢會引起嗰個氣流係好細好細嘅啫。但係一個咁細嘅氣流一路伸延到去後面咧，其實都會對之後嘅影響好大。係啦，佢呢個其實係嗰個美國嗰個天文學家一個比喻，就係話真係好似喺巴西有隻蝴蝶拍翼，都有可能導致到之後美國會有龍捲風一樣。咁其實就係呢個道理。咁呢個道理有好多人咧攞嚟形容時間嘅，即係話而家你可能食咗呢個包，原來就最後令到我瓜咗咁樣。我唔食啦，我唔食啦，唔食啦。唔知嘅，即係可能因為你唔食呢個包令到係啦。可能唔係，可能你食咗一包我就中咗六合彩咁，即係佢嘅意思。咁但係佢呢個係一個誇張嘅比喻啦，誇張嘅比喻啦。好，下一題啦。下一題。根據官方資料 ，Hello Kitty 最中意食乜嘢？嗱，呢題真係為你而出嘅。係啊。A 係漢堡包 ，B 係西多士 ，C 係啤酒雞 ，D 係燒味雙拼飯。我唔係 D， 我唔知。唔係 D 啦 ，D 係我嚟喎。你哋估下，你哋估下。燒味雙拼我嚟喎。你哋估下。Hello Kitty 西多士。Hello Kitty 最中意食咩 ？Hello Kitty 西多士咁有押韻喎。好啦，喂，大家俾答案嘅時候，麻煩俾埋個題號啊，三 A 啊，三 B 啊，三 C 啊嗰啲咧好啲喎，北川麻絲喎，我話呢邊有冇人知啊？林玲話二 B， 又話 C 喎，蘋果批喎，只係 C 啊，太 heavy 啦嗰兩樣，我嗌嗰啲西裝士，我好押韻定咩？你會覺得 D 真係好搞笑咯，係啊，燒味。可能係㗎 ，Hello Kitty 啊，都係四嘅。其實唔係呢個，我係想講，因為我哋中意食，因為 Kitty 拍親外景都有燒味雙拼。Hello Kitty 都冇嘴嘅，佢即刻唔妥你嘅啫。你話咩話咁啊？佢好似 Hello Kitty 收埋咗啦。Hello Kitty， 我係 Hello Kitty 嘅 super fans 嚟㗎。咁你知啦，咁你撳啦。你講 Hello Kitty， 講啲 Hello Kitty 嘅咩？係咩？蘋果批啊！你講下，講下關於 Hello Kitty 嘅事啦。哦，喂，唔係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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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信我三思喎。但你明白你知道佢中意食咩？By the way， 其實你哋有加時嘅掣可以撳嘅。唔使噶啦，我哋好有信心。冇錯啦 ，Hello Kitty 咧。點解嘅？我唔知啊。即係跟大佢知。唔係根據咧呢個即係佢哋設計嘅時候咧，因為其實 Hello Kitty 係日本人設計嘅。咁Hello Kitty 係咩國家嘅人咧？你知唔知？佢嘅設定。德國。
係，係咩？日本啊嘛。唔係，佢 Hello Kitty 設計嗰個係日本人啫。咁、但 Hello Kitty 佢本身邊度人、啊？本身 Hello Kitty 嘅嘢係邊度出身嘅咧？邊度出身啊？丹麥、英國，佢就係喺英國。我哋問過啦呢題，喺英國嘅倫敦郊外，而佢最中意食嘅咧就係佢媽整嘅蘋果派。佢呢個佢哋嘅設定嚟嘅。郊外出世唔喺醫院嘅咩？誒係啦，佢點教嚟㗎？攞翻刀嚟，跟住誒公苗斬你啦！誒咁啊 ，Hello Kitty 個男朋友叫咩名？啊！我知道啊，咩咩咩麥當勞有噶嘛 ？Dear Daniel 啊 ，Dear Daniel，Dear Daniel， 所以係啦，周志康好中意名，係啦，好啦，下一題啊，唔好講啦，攞翻刀嚟，下一題，係你繼續。人類最早期係用嘅武器用咩金屬做嘅咧？啱啱嗰幅圖係咪提示嚟㗎？誒，冇提示啊，唔到，係咪絲啊？最早女好似之後女銅銅絲鋼，即係銅喎，我覺得應該係銅。因為點解咧？因為之前我睇過歷史，歷史上面寫青銅器是最早的發明，那就是銅啊嘛。青銅係咪又係銅嚟？係啊，係銅嚟噶，係銅嚟噶。咁係 C 咯喎，我近咯喎。真係。你哋會唔會記啊？我有啲，你會有啲猶豫。唔係啊，唔緊要㗎。唔係，大家唔好咁長啦。講咩先？係你話等下網民講咩啦？四 C 喎。四 C 喎。Aaron Roman 都話四 C 喎，車厘子話都話 C 啦。係咪 C？ 我覺得都係 C 啦，唔使都係啊。咁犀利咁，你聽話三先。嗰個下第三個提示係咩嚟㗎？唔係，其實全部都係加時。五十五十咧，你撳咗我會俾五十五十，我會話咧我唔係佢哋，係人用五十五十。O K， 可以玩下你喎。A 定 B，A 定 B 咧，就係 A 同 B 啦，你揀啦。都好勁。A B C A B C C 啊 C 啊，即係撳啦，做你自己撳啊。系冇錯啦，呢個係嘅最早期咧係有呢個銅器嘅出現嘅嚇。白色嘅，呢個 keyword 都係啦，就係呢啲啦，銅嘅劍。呢把係咩啊？咁但係銅係銅係青銅嚟嘅，當年啲銅，因為銅咧即係文書有咩咁好咧，就係銅可以咬佢，佢就可以軟啊，變軟啊，好容易。所以咧就易啲生產，易啲去生產銅，易啲係整個形狀。咁但係個殺傷力就好差嘅 ，I G 係咁，好容易會滑。我呢個應該差唔多噶啦。佢崩啊，但係佢崩好修理容易啊，咬翻佢。咁啊，但係啲銅器咧就當年嘅銅器，中國就真係直情係嗰啲戰國時代啊，春秋時代。古代嗰時都係用嗰啲銅做錢噶嘛。係啦。嗰啲錢係銅做噶嘛，係啊。因為銅又平啦，樣嘢。咁但係日後就有鐵之後咧，鐵技術高咗咧，就大家用鐵，因為鐵真係硬好多，同埋鐵啊真係好容易可以做乖人。鐵就真係好好勁嘅金屬嚟嘅，但鋁應該冇用過嚟做武器啊！鋁咧係最原來鋁係最後發現嘅金屬，係咯，係啊，所以已經變咗用嚟裝汽水啦。係啊，係啦，鋁罐啊，但係鋁原來曾經咧有人以為鋁係好貴嘅，因為以前人咧唔識即係唔知道個分布咧，咁發明咗鋁之後咧，曾幾何時覺得鋁係貴過金嘅。哇！咁所以咧整咗一隻，所以佢哋有啲直情咧嗰啲叉刀叉咧啲有錢人咧，即係以前咧係用鋁做嘅。咁即係好耐以前啦，不過後屘發現咁蠢咁嘛。原來得行咗，所以識投資嘅人喺嗰一刻。係啦，嗰陣時買鋁啊，買鋁，跟住再換翻曬金幣。哇！好，下一題。下一題。以下哪一項係對於天后娘娘嘅形容係錯嘅？錯。A 係佢玉皇大帝嘅老婆 ，B 係佢海嘅神 ，C 係佢亦被稱為媽祖 ，D 係天后娘娘喺日本有神社。哇！天后媽祖應該。玉皇大帝的妻子應該是錯啦，對啊，不對啊。玉皇大帝的老婆是什麼？玉皇大帝的妻子不是叫皇母娘娘嗎？玉皇大帝的玉皇大嫂。玉皇大帝。許慧琪話：公明你好高材生喎，佢頭先睇到你答得咁叻，清銅器。玉皇大帝有老婆咧，谷眉，所以係啦，因為我係谷眉。阿朗啊，今日終於淺一啲，係啊，因為我之前追佢太深，就俾人答錯。真係啊，係答啲深啲。深啊，真係慘。聽啲先難啊，諗又諗死我，答又答死大家。咁今日有啲咧係 soft 啲嘅。啲網民係因為 A 喎。我哋而家 focus 呢個好唔好啊 ？A 啊 A 啊 A 啊！我哋咁啊。哎呀，咁啦咁啦，系啱嘅冇錯，但系宮眉講嗰個都係唔啱嘅。點解咧？你頭先講話阿玉皇大帝個王母娘娘原來咧同玉皇大帝的確唔係夫婦嚟嘅，咁係咩嚟㗎？佢係同事嚟嘅啫，即係都話喺天庭嗰度工作。即係其實佢係咪秘書嗰啲？誤會咗。我都係等緊 search 上網睇，我都諗咦會唔會？但係電視劇裏面全部都係咁嘅喎，即係玉皇大帝的老婆就是皇母娘娘。所以大家大家啲書都誤會曬你。其實上網睇咧，真正記載咧，佢有冇老婆咧？誒。
其實咧，真正講裡面咧，呢啲全部喺神話出現嘅。咁可能係周朝嘅邊個邊個咁樣講，但係真實就冇肯定。唯一知道嘅咧就係王母娘娘啊，嗰啲咩西廂咩咧，都好多係假嘅傳說嚟嘅。哦，所以咧亦都冇真正嘅皇帝，神話就係神話嚟嘅。但係天后娘娘喺日本有神社嘅，點解？冇錯啦，天后娘娘其實真係犀利。天后娘娘其實喺日本全世界都有神社嘅，全世界都有。咁不過喺外國傳過啦，其實本身係喺亞洲嘅海邊嘅。嗯嗯，啊，就是海神庙样的。系啦，咁话说佢就系海嘅神，原来咧就系一啲南岛国，即系我哋呢啲啲越南啊，即系泰国啊嗰啲咧，即系沿海地区咧就有呢一个神话，所以所有天后庙都尽量向住海嘅个门口，咁啊守护住。但系佢做咩称为妈祖？冇错啦，原来喺唔同嘅地方咧。佢係有唔同名嘅，咁喺其他地方佢叫媽祖，所以又叫媽祖。咩地方叫媽祖？台灣啦，澳門啦，台灣咯，係啦。哦。而澳門點解叫麥考咧？就係因為最初嘅外國人去到咧，咁問呢度地方咩名，有人以為錯咗，就以為佢揾媽祖廟，一講媽祖媽祖，咁就變咗麥考咁樣。哦，媽祖媽祖咪麥考。係啦，麥考，佢就有幾多咁樣嘅日事嘅。Freon 咁樣咯。係啦 ，Freon 咁去。好啦，我都係咁譯翻嚟嘅。好，睇下先。好，下一題啦。咁永浩點樣 Jerome 咧？你講快啲就係啦。最啊！愚公移山嘅山係邊個山？呢個愚公移山。愚公移山。錯啦！嗱，呢幅畫。低像素啲都可以。打曬格仔啊！唔好趕住整嘅咧，人哋電話睇唔覺嘅。應該唔係華山嘅，華山係論劍。係泰山。泰山好似係。係泰山。南朗山。唔使諗啦。南朗山一定唔係。唔係啊！一定是泰山，錯啊！係泰行山，泰山係泰行山。我哋泰山嚟㗎，我唔聽你講啊！我讀歷史嘅，爭啲爆嘅。原來話説有兩座山，一個叫泰行，一個叫黃岳。咁就愚公就去話要移個山，俾人笑，跟住玉皇大帝又出現啦，又話俾佢感動咗。於是咧就將兩個山，一個就向呢個東，一個向南，一個向東，一個向西咁樣嘅。哦，就泰行與黃岳啊！好，我答咗幾多題啊？暫時。其實我哋坐一題 ，OK。好啦，三隻雞。而南朗山咧，其實喺香港仔嗰邊嚟嘅，喺海洋公園附近。我唔知有呢個山喎。移咗過嚟啦，好啊，睇。好，《道德經》有一句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生有幸，三生万物。好，絕對是。呢個嚇，《道德經》是。好，之前聽谷薇講國語啊，三生萬物。哇，咁我近咯喎！好啊，我近咯喎！咁你覺得係咩啊？近，我唔知啊。三生有幸我，係啊，三生。三生四世我，乜都係咯。三生得到，冇錯啦。咁點解咧，公明？因為我讀過呢篇書咯。咁裡面係咩意思咧？繼續啊！佢其實咧，但係我唔識廣東話，我用普通話講。他《道德经》，他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三生万物，就是告诉大家，就是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他都是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哎，就所讲的就是所有的事情，他不是以一个。啊，唔識講啦。係啦，都係類似啦，嚇，都係咁講題，係都 OK 嘅 ，OK 嘅。我就係記得呢一句咯。係就係咁樣啦，即係啦，呢一種嘅圖，佢哋嘅解釋咧就係道就係呢嚿嘢啦，一啦一咁就呢嚿嘢，之後咧二啦，就有呢個黑白兩極啦嚇，兩二，然之後第三層咧就生咗呢一個八卦，咁然之後咧從此呢個世界所有嘢咧都係係緣起緣滅，唔係最多之後又去翻最少，咁呢個就係道嗰個標誌嘅輪迴，係啊啲輪迴嘅意思啦，即係去到終極之後咧個白色去到最終咧又變翻黑嘅，所以變翻白，但係白中係有黑，黑中係有白，咁意思嚇，好。日語羊脂係點解？金露。A 係劍蘭 ，B 係牙籤 ，C 係素枝。羊脂。喂，你啱啱問嘅話，公明你好聰明噶嘛？羊脂。公明只不過讀多咗一啲。我有個中學同學前排結咗婚，佢叫楊之傑啊。楊之。哦，楊之傑，恭喜曬！恭喜曬！恭喜曬！最似傑就係劍係咪啊？係嘛？所以劍。話聽八八話我聰明，其實我唔聰明，我係讀啱啱諗個題目，跟住讀咗佢哋啫。劍蘭啊！佢哋唔係話嗰啲。咦？呢個上我標喎，係牙籤喎。楊之牙籤啊！但係又有邊個話講佢名字啊？講佢名字。日文，邊個啊？
阿 Alex Shack 啊 ，Alex Shack B 喎牙籤喎，跟住阿 Kai Show，Alex Shack 係喎 ，Amy Shack 都係喎，係啊，但係開始有啲人話楊枝甘露啦 ，Sugar Ficky。呢個就係線嗰啲，應該唔係楊枝甘露，係啊，俾你發現咗呢個有線嘅咩啊？佢話一楊枝甘露之後，富強話呢個應該係線嗰啲，係誒咁醒嘅，你咁都知嘅，係。系呢个答得啫，呢点答你？嗱呢题答啱咗赢噶啦，不过赢咗啦，赢咗都可以继续答埋。我觉得 A 都有可能。我想用我50/50啊。B 又话五十，佢阵间抽正，抽咗个杨，唔好抽个杨枝甘露，系人都知人。啱啊，恭喜晒！杨枝甘露就系、是、叫做牙签嘅，咁所以咧识呢个日文嘅都知啦。叫咩？幼稚，幼稚，幼稚，唔係啊，又要玩噶。但係我呢個太開心，我贏得太精彩啦。要 show 多一陣先。係，好啦，冇錯啦，呢個就係咧呢個牙籤啦。好，下一題。咁咧呢啲就開始俾啲比薩斜塔點解會斜啊？嗱，因為咧有一個係未來嘅設計。A 是大地震 ，B 是泥土問題 ，C 是本來的設計 ，D 是被小偷偷偷地去支撐住添。我揾緊你個未來的設計係都咩？冇錯。我就咦，原來有其他答案。係啦。啱啱仲諗住開始吹個答案出嚟咩？被小偷偷去支撐啲鐵。被小偷偷去人工。大地震唔通係咁大？泥土問題。其實係泥土問題嘅。泥土定土地問題？其實係泥土問題嘅。但是为什么会斜大地震？大地震都不斜啦，直情是冧啦。B 啊，八整体前，一系 B 啊，唔系 B 就 C 咯，唔系 C 就 B 啊。好有营养喎呢句说话。试下 B 啦嘛 ，B 啦。你點解而家冇咗個50/50嗰啲？因為你已經贏咗啦嘛。啊，已經贏咗近啦。好啊，好啊。依家 Jerry 知咧。因為咧，話説咧嗰陣時，咁嗰度嗰啲泥咧就係、是、比較濕嘅。嗯。話説。咁跟住咁濕嘅時候咧，咁好容易有嗰啲叫做地陷嘅情況出現。咁然後佢就真係地陷啦。係。咁然後佢有一邊咧就陷得特別勁，咁就斜咗。但斜咗佢又冇跌喎，咁跟住啲人就冇理佢，由佢繼續斜落去啦。啱啦，之後又冇聲。但係之後啱啦。嗱，你一定係去嗰度，係咪有解釋過俾你聽到？唔係啊，我係靠我以前考試嗰一種作答案嗰一種小出嚟去答你啊。咁啊啱咗一半嘅。佢其實咧斜咗，佢真係因為土壤問題。因為咧，原來以前起比薩斜塔嗰個位置咧，其實喺好耐以前佢一個即係海洋性嘅，即係啲海岸嚟嘅。咁所以咧，佢個泥土係比較濕，同埋咧係沙化咗。咁起咗之後，其實一起咧。已經斜噶啦，開始計我究竟佢一斜，哎呢個有，係啦，沙化，佢喺地基嘅咧斜咗咧，嗰啲土壤有問題，咁所以咧佢就冧嘅時候咧，佢就再加工，咁啊差唔多整成200年咧，先至可以整到，先至整翻好佢嘅，咁但係而家就斜住咁樣成為明星啦。咁啊，但係中途修葺過好多次嘅，差唔多成100幾200年。但係佢修葺係修葺內部啲嘢，即係唔係話想整翻直佢嘅。佢其實最初斜咗咧，佢特登建築係想起翻重心呢邊嘅。哦，佢慢慢即係會有啲錯咁樣，但係到最後咧都唔係好成功，兼且咧係有段日子冧得好犀利，佢就加深個地基，咁啊斜住佢落去，就係咁樣。咁即係佢矮咗喎，而家。其實佢不停咁起嘅，嗰時一路斜緊一路起緊嘅，佢起咗好耐㗎呢一個。佢一路冧，一路冧，高佢。好啦，等陣，你講到咁犀利，你識唔識滑雪噶？其實我識滑雪咧，我識做咩？我唔明關關滑雪咩事？點解你無端端講滑雪？點解要咁？你講得咁犀利，點識滑雪？公明，我唔係好明你係點解要咁講咧？因為佢啱啱講用滑雪打個比喻咁樣，咁我一定就問我識唔識滑雪噶嘛。O K， 幾時講過？我諗全滑雪全個 Happy Life， 所有嘅觀眾都 get 緊係咩意思啦？我即係 replay 翻先。喂，好啦，最後一題啦，最後一題，滑雪被稱為上帝粒子嘅粒子係咩粒子？上帝粒子係咩粒子？呢個係咧物理學卡雷色子。嗱，我話知道上帝粒子係啲咩嘅，但係嗰個名字我就真係唔知啦。米諾夫斯基粒子、希格斯波子、格雷色子、
米洛夫斯基粒子、高振动粒子、高振动粒子。米诺夫斯基拉不米诺夫斯基粒子系咩嚟噶？粒粒子对，你哋叫粒子，我哋叫粒子。唔，粒子系啊，呢啲系啲咧，即系睇下有冇人帮到你哋啦吓。第十题咧，第十题有人话 C 喎，快啲讲俾我哋听啦。C 喎，啲人话，我都觉得系 C 啊，其实因为个名最长啊。系啊，就嚟呢个。总之我哋都赢咗啦。错，系虚假先。米洛夫斯基粒子系高达里面咧一个虚假嘅粒子，就系话因为有咗呢个米洛夫斯基粒子咧，镭射啊变得唔准确，冇雷达，咁所以先至要近身战，先要攞刀去斩明嘅高达。而高振动粒子咧就系新世纪福音战士里面个高振动粒子刀，完全冇噶。格雷色子就系格雷五十嗰个啦，我知啊，一直系。嗰套戲啊，咩戲啊 ？Fifty Shades of Grey。我冇睇過。希格斯波色子咧，其實呢個有咩咁重大意義咧？即係類似話咧，揾到究竟啊物質嘅質量喺邊度嘅。咁而呢個希格斯咧，就係其中一個提出嗰個安格斯呢個理論嘅，唔係安格斯。咁我有幾年佢越諗越遠就係咁啦。好啦，係咁啊，今日咁多啦，希望大家學到嘢，好嘢。希望大家網民都一齊玩到學到嘢啦。咁呢個時候咧，又到送禮物嘅時候啦。嗱，有邊個網民幫過你，你嗰想送俾佢咧，你可以嗌個名嘅。有冇邊個咧？睇下先。你可以喺你度講啊。咁啊，公明揀一個啦。喺公明就揀個 Big Big Channel 噶啦。有个 Big Channel， 系啦，你一讲个名字就得噶啦。我讲而家佢哋系啊，佢哋一喐紧嘅时候你讲啦。我睇唔清楚喎，我睇到 Vivian 哦。喂，你讲佢串出嚟，或者讲个字出嚟，因为我要 count 翻嘅。啊，好啊。好。一、二、三。边个？见到林林啊。好，林林。系。好，林林。唔该晒。林林，唔该晒，林林，因为足球啊。好，林林可以赢到个足球啊？唔系，佢唔系林林一个足球喺度，咁所以林林咧记得喺 Baby Channel 嗰度 inbox 咗啦，话俾你听得奖方法。咁啊，然之后喺 Facebook 都你哋拣一个啦，咁乔拣一个啦。我拣先。啊，系喎，呢边都要睇，我做咩睇得咁辛苦嘅？唉。好，边个咧？边个咧？啊，系咁赞靓仔靓女嗰个咧，系啦，上面嗰个 Vicky Young 啦 ，Vicky Young， 恭喜晒 ，Vicky Young， 你可能一入嚟就赞靓仔靓女就得好奖啦，咁咧你可以 inbox 上嚟，系啊，赞佢靓仔得噶，恭喜晒，恭喜晒啊，好啦，咁我哋继续唱歌啦，我哋呢个玩游戏环节咧就系大家轻松下学下，我觉得呢个好好玩啊，系啊，呢个准备啲系好辛苦。好啦，呢个边度买嘅？呢个整噶，自己整噶。哇！好啦，因为 Rex 都好中意玩呢啲嘢，我哋先自己整埋。好啦，佢真系好。咁啊，喂，唱歌，但其实有一个歌咧都要唱送俾阿 Joe Lau 嘅生日嘅。咁唱生日快乐歌。Raphael 咧就 Ray， 喂 Ray， 你哋点读 ？Raphael。Raphael 呢個名好難讀。Raphael 咧就話阿 Joe Lau 佢生日就想送首歌俾佢，你有冇咩可以送俾佢咧？生日朋友嚟嘅。生日唱咩啊？生日唱祝你生日快樂。唔係送一首歌啫，唔一定要生日歌嘅。明年今日嗰啲唔係。唔係，我識唱一首歌。唱咩啊？粵語版嘅生日快樂歌。恭祝你福寿衣，我都嚟，我都嚟，唔该，我唱五个唔同语言嘅。好啦，有冇咩歌唱？唔系，其实咩歌冇所谓嘅，咁我当系送俾佢嘅。识唔识唱祝我生日快乐啊？唔识啊？系咪都系转一个字嘅啫？我生日快乐。我颜宝边个唱噶？诶，唔系温岚的。系温岚嘅。我以为系。诶，温岚首先我。我以为颜宝先嚟。颜宝先嚟嗰个寿包嚟。哇！真系有喎，但我唔识唱。咁我哋送咩歌出去啊？系周杰伦啦。啊，其实我好似好识少少。啊，识少少。睇下先。我知道伤心不能改变什么，那么让我诚实一点。我都识啦，系咪？一齐啊！咁好啊，我交俾阿 Freon 啦，呢首歌。生日快乐，我对自己说。好啊。你啊 ，OK 先开翻个 live 先，好，我们再来，我也再来，
個係 I G 係啊。I G 未來咯。咦？哦，呢個先打。相信不能改变什么，那么我只是一点。不如咁啦，我唱一句，我唱一句，你唱一句。我只是哒哒哒哒哒的宣泄。只要关上了门，不必理解。不会，我不会了。在红毯包厢里面想起。让他休息一夜，那像切割切掉回忆的画面，眼泪不能流过十二点。生日快乐，我对自己说，拿出电脑，寂寞凉了。生日快乐。Jola 會中意啊！ Yeah. 好好喎、啊，居然間嚇夾硬去下去下都去得到喎、啊。不如都唱下啲自己歌熟少少啦，冇嘅好嘛？喂，有人追光者喎，你有冇執過呢只啊？我未執。啊，追光係冇人飛嘅係咪？唔係啊，係 Jared 嘅。岑靈儀。哦，追光者。嗰只。我可以跟在你身後，哒哒哒追著光夢遊。好，超好聽。咁啊，唔叫。誒，咁啊，你彈啦。嗯哼。咁我都係吉他度。係啦，你吉他啦。可以吉他啦。喂，好。我哋唱翻啲自己嘅歌，起碼熟少少啊。Yeah. 都熟啱啱都唱曬成隻歌。O K 嘅。成隻歌唱曬。使唔使原 key？ 因為低半度。低半度大家舒服啲，低半度咯，大家舒服。你仲有彈舒服啲啊？彈舒服啲，因為佢收個 call， 可以彈到。其實呢只歌錄嘅時候咧係低半度噶。哦，錄佢低半度。即係一開始練，啊，跟住後屘正式。後屘你老闆就要，你老闆就要加高個音啊。唔係嘅，都唔關老闆事，係我哋監製嘅時候，大家冚覺得高半度，聽出。係啊係啊，平安曲嚟嘅，係平安曲。感覺。可以大力咗佢啊！外外如此，速度你比一比啊！比個邊？
好啊，其实呢只歌几易上啊，我听过你唱几次都。我都系唱。我記得，我記得第一次在你的車度已經第二個 chorus 先跟住唱，好似係，好似播俾你聽。嚟啊！好。唱咁快咯，好快啦，系啊，夜快。仲有其他廣東歌噶？廣東歌，例如我識唱嘅容祖兒。咁你識唱啲咩啊？不如嗰邊啦。容祖兒啊，女的樂譜，嗰度嗰度個名上面嗰度。啊？哦，上個 back 都得，睇都得，睇都得。容祖兒，誒，再上一頁，再上一頁。以前咧，我哋用紙。你有冇執過只歌啊？嗰只歌咁多歌。一切隨風。未執到。啊！所以就再上過嚟 Happy Life 啦，係咪咧？容祖兒，我因為今日翻工啊，唔得人啱唔到，執唔到，淨係執咗。喂，我愛與痛的邊緣點睇啊？我願意啊，王菲嘅咧。愛與痛的邊緣。不如咁啦，如果冇咁就唱唱呢個啦。唱啊！唔，錯咗。第五個我哋
你擺咗入去，你等先，擺咗去叮當度啊，叮當度啊，擺翻出嚟先，攞翻甜方出嚟。你入面冇嘢嘅，撳一撳，你撳咪得噶，你撳佢啦。我今晚瞓覺就自己搞翻得噶啦，唔好再搞佢啦，唔好再搞甜方。啊，剩嘅一手啊！要啊，唔好小幸運啊，冇啦，冇啦，唔好啊，冇啦，冇啦。所以想拉入去，唔想見到佢啊！系啊，擺埋先，睇下先。阿英，夢一場，啊，夢一場都 OK 啊，好啊。好 ，OK。夢一場。咁咪完 key， 就要 cap 翻二啦 ，cap 二啊要。你想點翻你隻手？唔係，我睇唔到第一個 chord 啫嘛。啱頭先有個英字啫。好，夢一場。幾快嘅？好慢嘅。好啦，跟你。直接入係咪啊？直接入啊！我其實都打鼓。我想誒攞翻部 key 睇下啦。咦？啊呢、這個。差唔多。冇問過。係咯，應該充夠啦。對方承諾，我們都因為折磨而厭倦了生活。差唔多呢個速度。嗯。夢一場。睇緊大家嘅留言。好，夢一場，記得。洋葱啊！我们都曾。哇，原来真系咁先嘅，嚟得人。你咩啊？啱啱有人帮手答问题啊！你呢个咩嚟噶 ？Big Big Channel。我们都因为折磨。啊！开饭，开饭，开饭。哎。Two, three. 我们都曾经寂寞而给对方承诺，我们都因为折磨而厌倦了生活，只是这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还要多久？我们改变了态度，而接纳了对方。我们委屈了自己，成全谁的梦想？只是这样的日子，还剩下多少已不重要。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早知道是这样，如梦一场，我又何必把泪都锁在自己的眼眶？让你去疯，让你去狂，让你在没有我的地方坚强。时常想起过去的温存，它让我在夜里不会冷。你说一个人的美丽是认真，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早知道是这样，像梦一场，我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我能原谅你的荒唐，荒唐的是我没有办法遗忘。
呢首真係好彩係即係 C 咁彈啫，大家嚇幾緊張啊！我你知啦，我啲質素唔好，啲網民會 inbox 話我啊嘛，我好即係問責制啊呢啲，嗱就好喎，而家呢個。唔錯唔錯，好睇下大家點咩歌啦，因為嚇、啊、我哋不嬲 Happy Live 嘅時間就唔會多，有時唱一唱嘅時間過得快，係、啦、你揀下揀下咧，你可以揀下首啊，點呢個？以後別做朋友是嗎？很難哦。對啊。有冇咩歌舞橋想唱啊？我哋呢度有啲男歌手啊，有好多歌都執咗喺電腦度，而家都基本上用電腦去譜噶啦，因為咧就大家睇得舒服啲，開心啲。啊，側田有咩歌？哎，田哎，側田、啊。哎，好啊，有一首咧，我哋出去啊，你咁樂譜個字，係誒。再 back， 再 back， 得噶啦。再 back， 係側田咧有一首歌啊，叫《我有今日》，係有人想聽嘅。之前誒唔係呢度啦，上一頁。我都見到啦。再上一頁，係啦呢度。上一頁。呢度呢度呢度，下面下面個落兩個。係啦。係啊。好。哦。好，你識嘅嘛？哇哦！好啦，歌名交俾你嘅估啦。F 嚟嘅。C D F。中文。曾經和你因工作一起遠飛，但我還未知心中有你。为了别个他怕散魂，你因他无法得到，因此心已死。我便自卑，不敢透气，已经苦得想死，遑论有天居然爱你。直到一天，共你相依。我知你从上次开始接触，便已就似触电，犹如得到当星光的加冕，我没被讨厌，多年有你，我终于有这天，多么憎我太慢才识你。更加不想勉强你去亲你，是你喜欢我，当然都爱你，和他不敢再比，研究答谢你，有你的眷恋令我也有了生气，多么憎我是尽迷恋你，我怕想拥抱你也为了出气，愿我抛开过去一生爱你，忘掉他的气味，若我敢再记起，对不起了你。如果和你一早得到好结果，无法明白单恋的痛楚，难道我乐意得到折磨而不过，从我跟他苦恋的最初，从没成过颠倒的我，满足比伤心多，难道爱辛苦放肆过？Yeah.
也有了生气，我终于得到了被爱。哦哦哦，无论兴不兴奋，当天已不在，与你终于变了一生最爱。我有今日啦，希望中意側田嘅朋友中意呢首歌啊！哎，大家留意。最近側田都幾，但係都幾紅最近。側田佢新歌都紅，又有新歌又成咁喎。佢啲新歌都好聽。好人，跟住你話好嘢，即刻個個點曬側田啲歌。谷味真真好似林心如。嚇！都話谷味可唔可以唱歌喎？佢話好想聽你唱歌喎。慢慢，我有跟著。慢慢，慢慢，你跟著。幾個月前，鍾君陽彈琴。彈得冇咁瀟灑，咁瀟灑啦，彈琴冇咁瀟灑，唔緊要。佢話而家彈瀟灑咗。將軍到瀟灑琴手就係鍾君陽啊！真係多謝阿 Lam 留意啊，多謝。我邊度似林心如啊？咁中唱《隱形的翅膀》啊，隱形的翅膀係咪啊？邊個？張韶涵嗎？係啊。隱形的翅膀，哎呀！我覺得今晚好有新鮮感。哦，咁啊係啊，今晚其實真係幾有新鮮感。只是太愛你。係啊。佢咁講，從我讀緊啲留言咁嘅組合。係啊，從未試過咁嘅組合，的確係。有啲即係而家有啲好興，即係好開心嘅歌，講咩？有啲咩啊？是你讓我看見了，哒哒哒哒說話也多，是你讓我哒哒哒哒哒哒寫一首情歌，你最冷冷的情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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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叫咩名？啊！你講咩歌啊？你咁講你嚟，我諗起嗰首合唱歌嚟嘅。即係咪？我咩？你嚟緊咩嚟㗎？咩嚟㗎？幾久耐啊？閃著嘅光都約定。係先寫嗰啲約定。呢首好耐。啊！小什麼？係啊，就話小咩咯？啊！小咩啊？小蘋果。不是。你是我的小小蘋果。小夢咯。小咩咧？咦，我見到有人啲王菲嘅歌啊！呢首咩歌嚟噶？你哋知唔知啊？有點甜，對，他們寫了，他們說了，有點甜，有點甜。呢首係咁啊，因為有點甜。你係咪識唱啊？可以上網揾嘅，雖然我未執。你有冇信心？呢首佢有信心啊！聽佢，佢好開心添啊！有冇兩個人有信心先？冇信心㗎，佢有信心㗎，佢有㗎。佢話考啊！咁你識個 chorus 有歌詞㗎？唔係，咁你要撳個花台喎。识唔识唱啊？菊花台，菊花台啊，好唔好？四菊花台。啊，我要唱呢只。又一齐吹风。算啦。点解会有嘅？准备开心啲啦，唔好唱咁悲伤嘅歌啦。都仲有嘅，仲有四个字嘅都。可以，你冇人可以唱一首咁样啦，好嘛？好啊。你拣定。咁啊，高明有冇边首歌想做？就系呢首。就呢首啊？喂，有冇啲？啲榜系咪睇唔到啊？呢个你独唱嘅有冇咩歌？我獨唱嘅，呢隻咯，你有嘅嘛？呢個冇啊冇，金嚟嘅女樣，就係前面呢隻，我唔知啦，我唔知。你識唔識？呢個冇得跟啊，冇歌詞啊，好難跟啊。係啊，要彈都係威廉彈嘅，要執我未執。要即興嘅話，威廉好啲嘅。我如果我唔使開劇嘅話咧，我就可以執好多首嘅。你唔開劇，我就冇得開劇啦。唔好你開劇，你開劇。阿詩。廣東話歌咧，有冇邊首平時唱開㗎？廣東話有人話之前有幾多人點楊千嬅俾你嘅？仲有邊個啊？菊花茶呢個咩嚟嘅？菊花茶邊有菊花茶？菊花台唔唱就唱菊花茶。不過菊花茶有點苦喎。有點甜，最長的電影喎。維他奶，而家啲人啲電影咧就而家啲人擺長電影啦。誒，幫你撳最長啲電影啦。我識撳㗎。好，俾你撳。你唱咩 key 啊？我係唱 G 好似。誒就唔使再入啊！中台，中台，中台，係啦，係啦，呢度。
不能说的秘密。咦，两个台嚟喎呢个，哦，不能说的秘密。嗱，原 key 咧，佢就要揿超高音原 key。佢系 B， 但系佢女仔喎。系啊，我系 G， 其实。你想 G 啊？系。你试下 G， 试下 G 啊！即系我要降啊！唔系，降二三四，唔系升五啦，你升五啦。升五，即系我调高。你升五弹啲得啦。其实真系好想唱有点甜啊！好相信有點甜，好想唱，因為是合唱。好，我想試下最後面。嗯？得。好難，我成個今日有目標，我都有成。最差的電影，每個人都應該有目標。目標。剛剛你說的這首歌叫有點甜，是的，是的，是的。get 啊！難get。而家唱最長的電影，最長的電影，唔得，我而家又講廣東話，點解咧？因為唔中意聽你廣東話。唔係，唔係呢個陷阱版就好啊！係要好嘅方面諗，因為仲俾我捉到你。我唔會啊，高明，我唔會唔中意啊，放心。唉，好啊，原來我講廣東話係好乞人憎嘅。唔係啊，冇啊，你個人要我唔會憎嘅。因為講普通話好可愛。其實我自己覺得講廣東話好惡。我自己覺得，點解咁講得罪咗人咧？佢一早可以玩四分鐘，入呢啲位入到好快噶。係啊，佢就呢啲位好快嘅。我哋唔係 A minor 嚟嘅。Three。我們的開始是很長的電影，放映了三年。我票都还留着，冰上的芭蕾，脑海中还在旋转，望着你，慢慢忘记你，朦胧的时间，我们留。你会
妆都化了，要我怎么记得？记得你叫我忘了吧，记得你叫我忘了吧。你说你会哭，不是因为在乎。果然係唔錯，下次你除咗講呢首歌咧，你講埋唱咩 key， 咁我就執好啲。好。佢就係講個名俾我聽，全部都係男歌，咁我哎呀，即係咩 key 咧？女歌。好聽嘅，女歌。佢原 key 再上八度。咁啊嗱，各大平台咧而家係休息㗎啦，因為我哋咧跟住嚟嗰兩首淨係唱 Baby Channel 啫，就係咧為咗鼓勵大家去 download Baby Channel 之後再入 Baby Channel 睇我哋。咁啊，各大平台朋友再見，我哋下次見，拜拜。拜拜。不過咧。咁你哋準備定一首喺 Baby Channel 唱，係，係，拜拜拜拜拜拜 ，Pause due to poor connection， 所以都係 IG 嘅呢個，我嗰個係 IG 嘅。好啦 ，Baby Channel 咧，咁我哋就呢個時候咧會唱係最後嘅兩首啦。你有邊首係譬如無條件啊嗰啲咧嚇？都可以一齊唱無條件啦，不如就咁啊先一齊唱咯。你睇譬如睇呢度嘅看呢條陳奕迅啦，因為頭先好多人點陳奕迅，我見到我嘅嗱，有人點好歌不見啦、無條件啦、飄飄，我睇到嘅其實，亦都有人點長相廝守喎。By the way， 有冇神挑戰？組十組合嘅咯，係咪啊？唔係唔係，你睇你哋長相廝守定係陳奕迅啦？長相廝守可以一齊唱啊！我長相廝守啦 ，band 啊，係咪？今日 band 係邊個啊？呢個。得唔得啊？長相廝守都識唱。好嘅，呢首歌咁紅，好難食。咁啊，吉他都交俾你啦。好。威廉唱。威廉有冇唱一首？邊首想唱？你唱。有點甜。好，陣間開俾你。等陣先，我想問嗰度啲 slash 嗰啲係咩嚟㗎？係啲係咩啊？一個 bass 啫。係啦，四個。全部都係 D minor。先全部。OK， 即四個 chord 啦，跟住因為有陣時有嗰個係變咗個淨係 bass 轉啊嘛，係佢呢個四個 chord 嚟嘅。OK， 請你唱台灣比賽嗰時高音啲，我嚇死人。好啦，長相廝守。難道我可以扭轉宿命？喂 ，sorry 啊，好，準備一、二、三。难道我可以扭转宿命，重遇你一次？难道故事终结早已注定，没法制止？其实我不理一切挑战，拼命试，不欠风千次万次。沿路满地抱着刺，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仍会愿意。也没有在意，即使伤痕无数次。
定会愿意。无惧搁浅，在意流与冲击锻炼；无惧压力，逆转中改变。只想停留身边，和每就每一天继续上演。各力凭你在并肩，共同地奋战，不再胆怯。难道我可以扭转宿命，重遇你亦多一次？故事终结早已注定，没法制止。其实我不理一切挑战，平明时攀险峰千次万次，沿路满地冒着刺，也没有在意。即使伤我无数次，仍会愿意。不怕跌入恐怖漩涡，不旅就凭团火，哪怕这是祸，滴血都不会痛，未怕跌堕。冲破界限，问谁能阻？你是我活着的希望，盼望有日会回到最终。难道我可以冷静宿命，重遇你多次？世再会，梦已发现。无论要经过千次百万次，跟你的虚线不变。缘尽了又何事？再下次下次，即使伤过无数次，仍会愿意。离散最天意，有恒意。好嘢，呢个就系。我哋係有啲甩漏嘅，我承認啊，因為咧呢首歌係幾難彈嘅 ，suppose 啊，都幾難唱嘅，係啦，啲歌詞唔熟，仲要跳高八度降八度啲歌，不過唔緊要，好啦，我最後一首就由宮眉唱啦，因為合唱，合唱呢個咩啊？有點甜，好，有邊個識唱啊？你幫佢搞啊，有點甜啊，喺邊度啊？喺邊？唔係啊，上網，上網，頭先咪揾咗嘅喂，有啦。但啱先宮眉，啱先宮眉咁啦，加把嘴入去嘅時候咧，有啲似林明晶。林明晶 feature 嘅，嚟，即係把，即係啲唔係好準嘅感覺咧。係唔係？大埔有。我好準噶嘛。長相思手環啊 ，moon 都唔敢彈啦呢首。有啲高音會。你又唔早啲，又唔早啲提一提我。呢首難。我彈咗啦 ，OK 過咗關啦，但係。做咩有甩過嘅？哎，咁。唔係啩？佢有唱過嘅呢樣咯。係咩？有 feature。佢係 MV 啊嘛。好啦，我哋盡力睇下。有點甜。係，哇！要狂碌喎，哦，係嘅，唔緊要啦，唔緊要，放喺度。但係呢個要撳升四格喎。點唱㗎呢個？摘一个苹果，从你的门前经过，把你手心哒哒哒哒哒。你唱难喎。要升啲啦。摘一颗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从到你的手中帮我解渴。我唔识唱嘅。啊！我前面嘅死啦！我话宫眉一定要唱呢首啊嘛，难为大家啦，不如将两个朋友。真系难为大家，尽量试下啦。佢哋好想听噶。你噏得似我，我速走。我你识唱就交俾你。摘一颗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好高音嘅首歌，我记得。呢首歌唔高噶喎，呢好低喎。你唔高啊？你梗系唔高啦，男仔高啊。试下。哎，等阵，俾我听一听啊！俾我听一听。
下一个苹果，等你从门前经过，把你的手中把你解渴，像夏天的可乐，像冬天的可可，你是对的时间，对的角色。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秋末，你的小小情绪对我来说。之後可以唱得好少少，係咩？好嘛，彈得唔錯喎，吉他終於都嚇好唔叻嘅，終於都出手咯喎，喺最後一首歌嚇，係練咗成晚，係啊 ，warm up 咗好耐 ，warm up 咗啦。我見你 warm up 咗都即係個幾鐘啊，終於都嚇出手啦，多謝曬，好啦。唉、哎，好感謝噶嘛！大家同我度過一日，希望大家都可以點鹹，有個有啲鹹新歌啊！係啦，希望大家中意啦。咁啊，我哋下次再見，拜拜。拜拜。其實都係呢個同呢個啫。